谢谢小令，接下来欢迎你去台湾大哥大影音事业处的邵佩如副处长，欢迎 My Video。接着欢迎你去中华电信数位汇流处的陈淑玲协理，欢迎。好，接着是 LINE TV 版权采购部的陈燕伟总监，欢迎。接下来说媒体关注了重量级的卡司阵容，就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。首先欢迎的是炎亚纶先生，来，请起立挥个手好吗？哎，很多粉丝360度转一下好吗？谢谢 ，Thank you。还有部长可以握个手，这样，哎，拱手就好，拱手，拱手，拱手代替握手。对不起，疫情期间哈，差点忘了，拍谁？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女神。